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《重力异想世界》完结篇，然后上次就全员被抓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在那边拍照换装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干嘛。纸娃娃系统可以换装吗？去搬家回报还是去选奖杯五大厅？我觉得我先去搬家。哇，很远呢，飞过去吗？支线任务。可是这边有船点可以找啊，要不要找一下？好像没有啊。对话、啊，特殊任务，搬家到底在哪边啊？好，我先去对话好了。好远哦。这个门，你要飞出去吗？附近好像有没有那个？哎、欸，有船点了、啊，哇塞！喂，等我一下。不知道推销什么东西的牛奶哦，船点，那船点不会飙出来啊？哇，船点要自己找就对了。哦，但我是不是很多个船点没有去？那边有一个。那船点不会自己踩吗？一定要多一踩。这边近一点，近了500，那个 Y 不知道什么距离啊，公尺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它的计算地理的单位是 Y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指那边？该不会是总督府吧？哎、欸，因为我想去搬家、欸。啊，不对，那个是我点的那个，对话的地方哦。OK。好远哦，要摔啦，摔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跟这个士兵对话？哦，这里是大屋子里面。OK。只放了一个人，还有他们家的采矿技术，技术不是用买的吗？不用抢的。对，为什么没事？阿飞。搬家采矿船。这个这些人一起飞了，我怎么躲？哇！
弯叉不能加速吗？那个按叉加速，不知道就是有什么条件？但飞的时候还可以调整方向。好，摔了摔了，空中捕魔。反正都会捕魔，为什么一定要设计那个？下面设计那个能量条，成为特殊情报。你好，消息，一堆人失踪了。然后呢，我要去哪里？紫色是船点，蓝色是支线，绿色是自由竞赛。我要去这里。好，我就飞上去了。可是我那边有船点，我去踩一下我的船点里面。又飞回去。这个比较近，100多。你好好飞吗？还是要倒着飞？倒着飞比较酷啊！倒着，对嘛？这里应该有个船点。哎，没有吗？有没有开船点啊？啊？那我开的是哪边啊？这也没有啊。我记得天上的那个我有开，就是这边吧？就是这边。然后不管，我从这边飞过去。哎。这里有一个主线啊，然后跳到那边去，哇，这首歌，我的船点只有这两个，那我天上那个船点到底在哪边啊？完全找不到，可是我根本没开到。哇，找不到船点必飞，应该先设目标。奇怪，我这边真的没有船点吗？900而已，好吧，其实也没有很远啊，就是会飞到你没能量掉下来补充一下这样。哇，真的没有开到船点。不过我记得我是有去开完船点，然后拿一个宝箱。破壁弱。对不对？我飞飞会撞到东西。
换个方向。中央政府，好了，就下来了，居然要接力接两趟。会不会其实有船点？要不要找一下？算了，没能量了。放弃找船点了。Bring up. Obscure. La blood maid. See you. Sesema, Oda. Ang, du, la. 他们疯了。Qui voulez? C'est la poisson. Là, il parle. Ojuron fait zirumba.树，我会让你吸收休息吧。休息吧。The goal。哼，直接被拖走了。Oh my god！ 然后去采矿哦。士兵的遗孀呢？啊，要。Shivlada， 就是。嗯。出发！哦，找到考察队，最好待在明亮的地方。我看起来都很亮啊，有比较不亮的地方吗？你干嘛跟我一起摔？这有一个石碑。哦。哦，又是石碑任务。哦，是不是有个帮手？这八个，哪里？空中了吗？哎、欸，有一个给我打，有一个给我打，嗯，我指着那个矿。哦，好厉害！哎，有两只，有两只。哦，前面打死的鹰还出来。哎，我旁边还有一只，它躲在我旁边。哦，我的队友超猛。哎，这个补血而已。为什么不让我吃补血？这个补血的东西错了吗？哦呀，蜡烛点着了，他的东西是蜡烛，他补血，不能吃药。这个补血错了吗？那、啊、这个我不要采矿啊，算了，麻烦了。
这边踩踩就好，一次踩一个，一个不踩到有没有差啊？能量 base， 所以有装饰权，装踩一踩，我想说不管他了，能量 base 应该就是装饰品。暗淡的 base， 可能还要浓妆饰品之类的，感觉是那个采矿船能去拿入室啊。看为什么？我中要蜡烛了，扣血啊！没有就算了，希望没有扣血。啊？都是没有，没有血。还有一个大家伙。痛了，抓死我！圈圈中暗中，他是不是在视野里面就会自动的？是我想太多了。补血了，在空中，希望我没消息。哦，他死掉，很奇怪，怎么没有可以秒的点？挑战完成。啊，这次没有掉东西。有，继续踢。哦，痛哭，就只有拿了两个 base。哦，哦，这是这么复杂。其实前面给两个 base 给点甜头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还是其实 base 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到后面随便打一大堆。草在挖矿，掉那个石碑，等下真的都没有了。不削，成群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圈圈乱暗中。去了，飞超远，这样打得到吗？
这样，哦，他打了，他打了，他队友给力，没有吗？有。这是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挑战？哇，还那么多！这竟然是挑战吗？哎，哎，哦，找到了，信号弹。这真的是挑战吗？还是什么脱台前的东西？然后没有 base。怪吧，贝斯。贩卖机。哎，没有了、哦。前面的壳怎么那么傻？啊！我队友就这么走了，不，队友，他们回来，没有人帮打了，看来是要打 BOSS， 不然不会有这种事。那我再踩一下创意。我要找个地方停下，补充一下能量。没有二段跳，可以飞的人居然不会二段跳。可是我没有开那个技能，所以没有办法二段跳。又倒着飞，看看，果然，这是 BOSS 呢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过头了。英雄用新的力量收集宝藏哦，新招式哦，装备直播不用操控重力人飞，月球模式好嘞，觉得是个不妙的东西。都不能飞吗？我比较希望能飞。我要自己找弱点。哇、哦！对。哦，继续爬。先蹲后跳。然后嘞，这个要踩气泡吗？不知道、哦，来看看。用也不用啊，不是有几个没吃到？喂、欸，你收集的宝石，所以要全部吃完吗？真的假的？前面应该没有漏掉吧？超长的，这好像有比二段跳厉害。闪避模式，有加 R2。哦，可以一直闪。说好了一直闪呢？
哦吼，最后一个，完成，收集了七颗龙珠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那只有三星球。啊，还有，还有，快了。啊，累。哪个比较近啊？三十二。要不要在气泡上面？啊，不用。你他一跳四十多公尺，不对，四十多个距离单位。啊，我是，哎、欸，倒了飞回来。哎哎哎，哈哈，死了，摔死，自摔。原来这么滑，哇，好远哦，我重跳。七十，我回去，这地方好危险。哇，真的要重新跳。这个打不好弱点就摔死啊！那宝石是不是其实是让你找弱点用的？完成耶、yeah, 我可以不用飞起来就踢耶，超爽的。屏幕乱转，这样好像不太方便啊，没有锁定。哇，踢石头超快。暗淡的花哦，谢谢。不能飞哦，月球模式不能飞哦。哦，请注意会摔死。啊，奇怪，为什么穿个装备不能飞了？那我不能跳没有光的地方吗？说的真好，我这么觉得。又。没有那个宝石好可怕，这有没有碰到、啊？我这个距离感一个没抓好就下去啊！先劈石头，哇，真的是 BOSS 战，我又不能飞。这怎么踢啊？好难哦，算了，不操控重力而继续往前。火箭跳跃，擦加方向，什么歌啊？短暂放开，好难哦，什么意思？短暂放开，我敢看。喂、欸，莫名其妙按出来！哇，这，哎，你有个护栏吗？哦，不能飞，好难过、哦。哎，是吗？这个距离感到底怎么抓啊？完全抓不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嘿嘿，又走过来了。但是两个一起按就好了。啊，失败！但有没有一起按呢？我是先按方向才按跳。哈哈哈，又失败了。
一起按真的很蛮智障的。太早放开，奇怪，到底是方向不能放还是他不能放？过来又摔死，没死。啊，这个失败了，好难玩哦，这游戏。不能飞就对了。但是那个火箭跳跃可以冲好几次啊！不行不行，只有一次。幸好这个读取不算太久。那这边就不能用那个回避哦。啊，我按错了，是 L2， 我按到 L1 了。到了，可以把这个装备穿脱下来吗？哦耶，可以操控重力了。哇，好恶心，整个是你吧？哇塞，哇塞。这游戏比较过瘾啊，可是捡不到东西耶。哇，我飞下去，随便一跳就飞起来了。哦，这样很难捡东西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弃放弃。哇，加速前进的方法。这个装备不能选择把它拿掉啊。自动追踪敌人。真的假的，我就去看啊。没有啊，没中啊。骗我。打得超歪的，最好是会自动追踪。我觉得没有以前好用哎。这敌人也跑超快。有一只，哎，怎么样？运动了那里？嗯？虫洞机器。不知道啊，骗我！哦，不好晕哦，是把自己转晕了。这东西很难捡啊。哎，这个其实方块连按就好。不行，方块连按都不知道踢到哪里去。还有五只，觉得我直接用地上的东西打会比较快。对啊，有东西可以砸，我耶！你要那么乖的用踢的吗？哇！
这我听得到啦。哎，提到了，莫名其妙提到了。哦，这个妖兽的力量一点都不好用，就看起来很酷这样。我会把它脱掉了吗？我认为感度还不错啊，踢一下三十，有那么多吗？没有欸，踢一下二三十。保护我安全的力量，完了！旋风抓取，旋风抓取，哪里啊？就一定要把敌人抓起来了。我听到地上，有装甲的。每个敌人都让你砸一遍就对了。又怎样？哇，飞哪去了？莫名其妙的任务，哦，这个穿的实在很难捡东西，算了，放弃。这个踢的话会大量消耗能量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虽然赶路还好像还蛮好用的，可是能量会大量消耗。哦，放绝招了，新的绝招，重力台风。是你瞄准，好弱必杀技哦！啊，没了，放完了，然后嘞，有没有一个补的？哦，有补的，有补的。一超吧，最后四只哎，最后四只啊！不同方向，好像这次来不及，还有一只没点到，在哪里啊？剩四十几秒了，还有一只在哪里？到了吗？
错啊。啊？那个怪东西会不会是飞船？好了，我离开这里了。动力梯级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空，哎、欸，这个叫什么啊？机动梯级哦，忘记了、啊。一下没能量了。万一会弹出来？这个奇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，是一个装饰品。该不会要从入口进去吧？我们通常都走窗户的啊，门也不给进，是要窗海那边、天界那边撞进去。我不到路口嘞，喂，他发现了什么了？哦，太空船，撞鬼的地点。你已经把人送回去了吗？你看我新装备，你有吗？这个装备应该每个人都有一套啊，还是直接这套给他穿？那我就可以看他表演了，对不对？哦 ，BOSS 出来了。所以 BOSS 战要我自己一个人打，没想到居然有帮手，所以这次 BOSS 会两倍难，真的。耶！哇，整栋建筑物都是那个啥来的吗？要飞过去打、啊。中十个，我要补能量了，试一下。诶、欸，我还有那个别的敌人。诶、欸，那打死会掉蓝色的、欸。喂、欸、，what？ 真的？哦，那个不能碰，好烦哦。所以拿东西砸他是不是？这没有东西可以砸吗？被抓怪物去砸他。诶、欸、诶、欸、他的刺我不能抓啊。哦诶、欸、没刺了，气死你。哇，可以等到他每次就对了，打我。哇，没能量。我好远哦，你飞那么远干什么？最后两只，飞过头，哦，最后一只，哎，我还没解决掉哦，金鱼。那要怎么打？可以不要飞起来吗？
在地上砸石头就好。欸，没石头了，需要更多的石头。哇，好小怪。其实我应该只要把 boss 打掉就好了。喂喂喂喂，很小。哇，所以那是他的攻击啊，不是小怪啊。这时候就非要正前方开个大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飞太快了。未必哦，在另外一面打不到。啊，没了亮了，啊，补血，补血的。非常好哦，侧面砸到不算了，这游戏好严格哦。欸，没能量的东西会掉光啊，这样子。欸欸欸欸欸，干嘛这样？快死了！啊，我死了！这样怎么打？我应该跑到 正前方，然后放个大绝。希望我的能量条有还我。哦，我的能量条不见了。啊，从这边开始哦。好累哦。我可以游戏啊。能量条没还我啊！哇，这个游戏开始变难了，很严格呢。哎，剩余敌人一，不是剩一个敌人吗？我明明看到好多个啊，是我看错了吗？到处都是敌人啊！哦，是，这里敌人四个。喂，突然撞到他的射线。补血，我只要吃一个，哎，我有吃到两个，喂，正好我可以加点数哎，可是我点数那么少，没有办法加。前面去，啊，我的那个必杀没有出现，没有补满。
也、欸、不能放哦。但是找个地方补充那个壳。到底哪些地方可以捡？会地面战啊，一定要不要去跟他打？可以偷转画面啊！哇哇，一整个卡！你在他身上啊，他好奇了，看来不行。你可以在他身上爬、啊。奇怪的设定，哎、欸、要翻身了，翻屁翻，把我抖下去吗？太宠在身上，我会抖掉这样。哇，好痛啊！哎、欸，又死了，还是我换成血量了。我、哦、这死掉不能从大只的 BOSS 战开始吗？一定要这样。然后身上又没有回复道具，只能去吃那个绿色的。好，看有没有装备可以换。不要，我已经穿两个不要，更快回复能量，零点一色，真的有加吗？有，加一点点，好吧，看你们刚好不会死，这样我就 OK。觉得就算穿这套装备也没有变强啊，哎，奇怪，我应该不是选困难模式吧？是改下难度变简易模式的吗？哦，那东西可以丢，哦，有了，丢，这没用，我同归于尽。哎、欸，这个谁打掉了？我没有打到啊！这只麦比好大、啊，
不行。谁要他身上的皮呢？要跑我来了！重力四级，不想去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飞到正前方，然后换个三角形。正前方在哪边啊？哎，没了。哎，刚才那个，为什么我的，我只操一下就没了？血了！哦，又复活了，我死嘞！被弹走，往后面乱转，他死了吗？一差一点，摔。哎，我被攻击了，他被电线杆卡住。快死了吧！虽然我也快死了，剩下我剩下这眼珠，啊，跟你拼的！怎么还有？就只剩下这个吗？哦，过了。不要跟我讲又来一只，让我直接投降。啊啊啊！又来一只，我可以选择投降吗？我出口这样。这边要崩溃了吗？没有力气。他不是在这边吗？为什么死这边啊？为什么是对？还是那个是崩溃了？打我！哦，我知道不行耶。敌人都跑出来了，挡路啊！别挡路，要靠吃掉。快到了，快逃啊！哦，到了。走！他不是他一个人在里面吗？有人把他放生的吗？Problema est touché pour les points. Où ça va? Oui, c'est bon, tu sais. Que de pas? Je te suis, c'est bon.
C'est vrai, du moins空空超级累，空军找到人生的意义。ジュドレマシュロ。哦，体力上限和中能量也增加。哦，新的虫洞劈击造成的损伤。增加损伤。哦，最长距离。你可转换综艺模式，转换。哦耶，可以换嘛？哦，这样才对啊。那怎么换？看一下。往上滑。哦，就往上滑。哦。哦，先把服装起来。这个还没有。哪个好？能量吸收。我怎么觉得还是比较喜欢这个？不要，虫洞劈击。哇，还是原本的好哎。他到了没屁用哦。然后我要去哪里？啊，这么近你也给我两个传点。哦，下一个主线在这边，现在可以打一下。耶！哇，飞踢！我是不是应该用一下火箭呢？又失败。怎么办啊？忘记了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其实也没有多厉害。回来了。赶路的时候再换。瞬移。换回来。不太对劲，走位都不见了。嗯？然后跑出来了。ジュリシ、シシワ。那你要推翻总督府了吗？哈哈，绝对没有人可以逼我采矿啊！你不玩了，是一个不喜欢采矿的人呢。プレリ。没有救世主，没有神谕。原来是个不喜欢采矿的朋友呢。这个血清也太大坑了吧！但是他们是不是把采到的矿通通堆在那边，然后自己就长成这样了？都要从下面杀上去哦，超人技，从哪边开始打？哦，哎，被发现了，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过场动画，过场动画，哎，我又被发现了。就是用飞的上去会被发现那个，我要试试看啊！我超怀疑他讲的话，让我试一下。哎，真的被发现了！好哦 ，OK， 我直接飞上去。
还要再看一次过场动画。对。看那个过场动画在哪边？被我自己转晕了，这个应该是在下面嘛？应该是那个过场动画就没了。他怎么开门？重力梯级。开啊！我已经到了，这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。旁边的铁栏杆都坏掉了，我也跑出来了。哦，抓到两个小朋友。人质哦，我怎么过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就这样慢慢跳下去吗？大家都没有摔到 ，OK 的。还有更多人要救。好。那怎么上去的、啊？好神奇哦！可是还没有到他们警戒的高度。哎哎哎！哇，不知道是哪一间呢？每一间都要踢他吗？空的。空的，还是空的。进去里面休息一下，睡一觉，然后继续救人。这样都没有人啊，要救什么东西啊？你没有标位置给我。哎、欸，我竟然飞下去了！还是我要把每个牢房都踹爆、啊？会有那么蠢的事吗？哦，这个人呢、欸？我、哦、要下去喽、哦，大家准备好降落、哦。为什么只有我摔？这游戏好不公平哦，其他人都不会摔，只有主角会摔。是。最后一批。哦。哦耶！跟着你飞哦。哇，重力梯级。哎、欸，跟不到、啊，飞慢一点。球飞慢一点。天亮了。我打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在哪边啊？哎，
在哪边啊？哦，下面呢？啊，不是有一个吗？还是我踢错格？还是要一起踢？哦哦，等他们交谈。真的，机车。这边飞没有人看到，要不现在，摸着你放了，喂，哇，这个不能用重力提起。不能用黑洞的，把我解除。哦，不行。哦，我们垂直下降哦。哦，我的船在哪边？又摔了，其他人都没事。哦，轮子都后救了，然后呢，开始把这个地方拆了。拆房子哦。啊，还少两个。是啊。所以还不能拆就对，还要去救人。找到习德与西西。这个要穿重力装甲，看一下。共斗，咦？教学在哪边啊？骗我，不是有教学吗？哦，是公告。教学。嗯？啊，不是有什么共斗吗？没有啊，觉得我被骗了。那有下一页吗？没有啊。情报，如果公告，啊，这还一个一个点啊，算了。他不是说公道吗？我都还没学到哎、欸，那我去踢就对了。后面有一人一只，然后嘞。
广场。哇，三个怎么办？三个只能绕过去吗？三个可以打吗？被通报了。哦，不应该浮在空中了。嗯？为什么你往这边跑？还记得是在这边哦。原来它有路痴属性。我以为，我记得我已经够会迷路了，没有人更会迷路啊。欸，三个也可以。哇，是怎样？三个人分开了。哦，好厉害！哦，机器人，真想说搞定，然后被机器人看到，这是一个陷阱，太卑鄙了！你又跑反了，干嘛这样？所以最后面有一个机器人。人家都没有来帮忙欸，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哦，这个后面有个机器人，记住你了。欸，啊，人欸，人类，为什么人不见了？就不要那么扯吗？人类。你看跑去哪里了？这个玩笑太大，还是真的要往后走，应该往这边走。啊，人呢？前面有个机器人欸。嗯，哦，我跟着你走。这边不是往回走吗？是有另外一条路。哦，好吧，还不是路痴哦，是那边此路不通。这飞行艇应该看不到我吧？还不飞起来的话。骗人的飞行艇，你的同伴都倒了，一点发现都没有。喂，我到了，要枪毙啊！故意不要赶上啊！我说，很飘啦！好像在找梦大绝，为什么不留给机器人？到底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忘记那个爆炸和伤害，我炸了两次，哇，也不是很痛啊，没关系。那个火箭炮看起来很恐怖，先打掉。那我怎么要排一排？哎哎哎！哦，可以跑跑了，快逃！
看动画飞都超顺的，我自己飞到乱七八糟。滴滴滴，不好消息。被什么东西挡到了？哦，真正的 BOSS 出现了。诶，裂开？为什么？哟，你怎样变形大炮？哇！他不能超重那个炮弹吗？哇、哦，坠落了！哇，你跳下去哦！是还要打不是吗？必斯法力还是什么东西？收尾法。哦，我去打这台就对了。哎。怎么可能来得及？为什么停啊？那炮从哪里停啊？我 A 不动炮管啊！后面吗？那没有啊。啊，这个一定真的太浪费时间了。这要去打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什么？所以一定会失败就对了。我只要人冲过去就好。哦耶！自杀式攻击。哈哈哈，原来半半时间，应该是没死啊。压制，什么压制啊？是把敌人都打掉吗？我已经分不清上下左右了，游戏好晕哦，就一直按方块，哦，飞了，空中还有两只，我去打掉了。比较讨厌空中了，跟飞弹，哎、欸，没血了，还没有补血的。一级吃补补品，这是不是越来越多啊？还是我想太多了？哦，火箭炮，我、哦、让我们一个一个解决。哎、欸，失败吗？我、哦、不是，他放 BOSS。我小兵都还没打掉，你放个 boss。哎、欸，然后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抓起来丢了。哦，没事，蛮知道。没用啊，为什么这只鸡不烂？哦，我只要打那个灭绝者一号、啊。
何必懂？这个好像是要先打哪里？我有一个能量就对了，要先打背后的。嗯，那背后有没有东西可以打？哎、欸，是了是了是了。打我很痛。哎、欸，这只还不是灭绝者一号、哦，这只是一只小怪、啊。还是要先把它打倒啊！是啊，这士兵到底会不会补充啊？觉得超恶心。你看角度又复活了，可以说根本打不死啊！我需要补血，哎、欸，我在另外一台哦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是另外一台哦，所以有两台这样，二号都出来了，我一号还没打掉。哦，不知道有什么玩、啊。还是我不应该用月球模式。我那为什么会自相残杀、啊？我、欸、为什么闪到那边去让镭射炮打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哇、哦，重来！然后那个拉文呢、欸？他不是要帮忙吗？说好了帮忙呢。其实他已经被打死了，我，你的火箭炮太准了。这人到底杀不杀得死啊？好，这样来。打这台，耗了超多血。哇、哦，这是火箭炮。这火箭炮我能不能拿来用啊？咦咦，好像可以。然后天上，我天上那两只又出来了。哎，坠毁了，谁打的 ？Good job。毁灭者一号，这台快爆了，先打爆他好不好？哦哦哦哦哦！
但是重点其实不是把他们打爆，是要保证自己不会死。小兵感觉打死也有好处啊，你打不爆。可以爆爆爆爆爆！嗯，那后面那个突然又可以瞄了。到底有没有伤害？超怀疑。呜呜呜呜呜！哎。哦，要死了！啊，这怎么打？还是我装错到装备，换一下那个增强中立体体的秘密。体力上限，效果较小，加一个血，然后增加虫洞侵袭造成的伤害。看会不会好一点？那一样要三下，啊，感觉没什么屁用耶。我已经被自己晃晕了，你知道吗？欸，嗯，好糟，哇，快死了，快吃补品。我可以把人弄起来飞吗？可以哦，哇，原来这是我的武器，原来敌人是我的武器，切，哦，原来是要抓小兵打，这样的话换个护符好了，你现在那边虫洞低级耶。最长距离，原来我们有物品可以投掷。不过小兵要补充，还是拿来丢的。发现投掷物，不要跑，就是你们。
刚好被什么东西打到位。啊，可是补一下好了。我的小兵就是我的武器。欸，你会死欸，不要这样。呜，哦，好可怕，哈哈，死了。又来。到底会在这边卡多久？飞错边了，八七。那可以踢，原来你们是我的武器啊！我会好好善待你们的，就砸上去。哎呦！啊，我要按闪躲啊，因为我都没有在按的，所有的小兵都是我的武器。要跑，啊，哦，没有打太快了，嘿，我要慢慢踢。踢哦，不要按这个打，好，哇，这样舒服多了啊！又卡到地板里面去了，这样也行。其实也没有舒服多少，一路乱飞。只是乱飞的速度比较慢，这样子。补品，吃，看一下。还是加体力上去拿。要死比较重要。哦哦哦！干嘛这样子？好，那你找个吃的。哦，还是换中立机体好了。有办法让他们两只互相 PK 吗？这好像都没少死。这什么奇怪的地方？被吃爆了。哦，终于打到了。那，啊，这么快就滚起来，这样对吗？
你他们两个对射都不会扣血啊，这游戏也太不公平了。喂，刀子，好像是我的队友打的，是不是？队友度假狗，哎呀，这只还有地方可以破吗？哦，上面，啊，然后那个四个已经爆了，哇，终于。咦，哎呦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打到？哦哦，故意弄个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，啊？你为什么不行？将中央瞄准敌人。什么意思？他又复活了，最后一集失败。我靠妹！合体技，可是我有穿那个套装哎，他没有穿在身上啊。哇，今天差不多了，把这个弄到下一个存档点吧。哦，我可没事，大家你都在这边说话。哈哈哈哈哈！把他踢下去好吗？啊，是哦，居然没有把他踢下去。是哦。上次打死那只鱼吧，不是？哇，一个超大的裂缝！哇！吐出一道雷射光，一艘船就爆了。对啊，又升级了，重要而已。好吧，今天玩到这边，先收台啦。